萨拉，萨拉，妈妈，那妈妈想想办法让你跟我一起回去，好不好？那你给我 kiss 吧，给我亲亲。最后坂田了，乖，咱都要回去中国啦，妞。我们可以看到姨妈啦，姨妈、小姨、舅舅、舅妈，还有姐姐，还有哥哥，是不是啊？嗯，走，最后坂田，加油，阿乖。咦咦，慢点儿，我来乖乖。你要坐飞机回上海。啊哈。特别高兴，然后一回国都有好多小朋友跟你一起玩，是不是啊？啊哈，这听说回国很开心，这也不知道要告诉他我们忽然间不能回去了，也不知道他啥反应，等他放学回来测试他一下啊。走吧，咱准备坂田12:30都回来了。哦，12:30。嗯，安瑟尼11:30。哦，拜拜。妞妞坐上车了，咱就等着他吧。12:30都回来了，安森你11:30。嗯，走吧，回屋。昨天逛街买的东西啥都有，包包、化妆品。感觉早上刚刚给他送走，这又回来了，因为今天就上半天课。我们来考验一下他，万一不能回中国，看他有什么反应哈。Hi, baby.I have a really, really serious stuff. I need to tell you. 哇，你现在不可以回中国了。嗯，我跟哥哥可以回去，你要跟 Daddy 在一起。哎呦，真的？你下次再回去好吧？咋啦？咋啦？You wanna go with me? Yeah. 那妈妈过一段时间来接你，好吗？ Yeah. 你不能回去了。Yeah. 你要找不到你的护照了，怎么办？所以你不可以回了，你只有可以跟 Daddy 在这儿。Yeah. 啊，妈妈来接你，好吧？No, I wanna go with you. 你非想回去啊？真的真的真的很想回去啊。那妈妈想想办法让你跟我一起回去，好不好？好吧。 OK， 那你不哭了好吧。 OK， 那妈妈 promise 让你跟我一起回，好不好？ OK， 那你给我 kiss 吧，给我亲亲，再亲亲，再亲亲。嗯，谢谢谢谢。好，我让你跟我一起回啊。妈妈逗你玩呢，妈妈让你回去啊，乖，啊亲，妈咪 just joking， OK， 妈妈不是告诉你了， I never do that again， OK， 不管妈妈走到哪里，我要带你跟我一起去，好不好？啊，妈咪 five 吧，耶！我给妈妈买了一件新的衬衣。这个口铁克爹了，那老先口铁克爹了，可以吗？考考、嗯、考考，可样气。那有4天就回中国了啊。嗯。OK。你要乖乖的啊，不要乖乖的，妈妈真的不让你回去。OK。好，你 be good。OK。好，给妈咪掰。把这个装到你那个小包里边，然后我们带回中国容易带。这个太大了，当箱子里放不下啊。看看，一说不让他回去，哭的。哇哇叫，那小眼泪叭叭叭叭叭的，还是上一次回国的时候，你知道吧？我一个人回去嘛，给他放到美国，然后呢，他那一次吓坏了，好像落下阴影一样。现在只要说我一离开不带他哈，他立马就哭。你看，逗他玩呢，就看他是什么反应，你知道吧？我今天又去逛了差不多3-4个小时，买了一些维生素，什么磷虾油啊，给我朋友带一些，其他的也没有买什么，昨天都买齐了。
哎呀，现在就等回国啦！哎，我觉得你看我一累，我话都说不出来了。再有四天，我们就上飞机啦！中国见啊，朋友们。这是说要回家了，又收到一个国际快递，看看这是啥？咱们博尔塞夫尼的大雁盏，一盒、两盒、三盒、四盒燕盏，放在这儿吧。我那一盒还没有吃完。我的眼霜。咱们这个燕窝糖，我给你们说一下，就是这个，看到没？燕窝糖，这个红盒是女性吃的，补铁补血。这个蓝盒子呢，就是孩子吃的，主要有鸡内金、山茶、燕窝浓缩液，它主要促进消化、健脾养胃，对孩子好。三盒99哈。嗯，你们去安闲的主页去拍就行。新品上市，5000盒都已经卖了3000多盒了，现在货也不多了，所以你们去主页去拍就行哈。我休息一会儿，准备去游泳。啊，好，拜拜，朋友们。